他就很可爱，他在那跳舞，然后一直在那笑，就特别可爱。我跟张含韵，我们之前就认识，嗯，然后他也果真是就是特别可爱的跳了一段舞。我是蛮喜欢那个欧阳娜娜，我觉得她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们是三个人一组的，我是模仿的欧阳娜娜，啊，当时我都就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可能做出来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奇怪的感觉。Everybody.